好，我们要给我们的豆子老师30圈，下大雨跑5公里，每天800米一圈。皇冠呢？耶！生日快乐！耶！那真得举个灯牌儿。生日快乐！有烦恼说拜拜。祝他80岁生日快乐，比你们大一岁。夸张。是比你们大一岁。快过来啦！最喜欢这个环节了，可以吃蛋糕。那我们就五岁好吗？五岁，六岁多一岁。6岁。今年的是6岁。对。我们来先唱个歌，好吧？唱。激情版的 Happy Birthday to you 6、7、8，哎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蹦蹦蹦蹦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许个愿，我们一起许，好，一起，我也许一个。两边起舞都跳齐的，那我们一起吹，好，3、2、1，好，祝你吹一刀，好，吹一刀，大家一起跟我说生日快乐呀，然后那一瞬间就是很感动，因为呼我的点就感觉很温暖，然后也会庆幸在工作日有一个这样特别的生日。豆子老师，你把我吃掉了。哦，对哦，我把这些拿掉，把小蛋糕切掉了。这是大蛋糕，小蛋糕趴在那个蛋糕上面，然后他说啊，你要把我吃了。然后我当时第一反应，哎，就是他在说什么？然后后来才发现，哦，是小蛋糕在说话，就觉得特别可爱。嗯，给妞妞。上面是软糖。豆子姐姐，你先给我吧。好，没事。豆子姐姐，你把我切开吃掉了。微微，我不要，我从最小的开始啊。宁宁，你给姐姐说生日快乐了吗？我刚才说了。你说了。刚才我在这边，就是这边说的呀。啊，好。我比较大，所以我得在最后面。对，我比你大呢，我还。豆子姐姐，我要棉花糖。我也要棉花糖。我也要。豆子姐姐，我要棉花糖。当时的情况异常混乱，那个小朋友就说：“啊，我要。”然后我就一直切啊切。我要热死了。我想要棉花糖。好，那你拿。蛋糕。翔哥，我也要，我蛋糕，老师我也要，我不要那个棉花糖，我要豆子姐姐，豆子姐姐，来，皇冠。谢谢红日帅哥。红日他帅吗？帅啊。不帅呀。帅呀。佳怡，你小，你比我小。那我拿呀。没事，我。看，给你弄两个棉花糖。还有吗？多少？
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